你是一个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所谓的感情一直去往伤害，你的命运哪会这么坎坷？阵我出餐厅看到一个餐厅中间的人，用龙闪过去，敢是我目睭花去看唔到啊？总算伊讲，未输咧拄要搞的危言咁款，敢讲伊知影会发生意外，这无可能啊！伊唔是老身家，那有可能会被迫先知？对，总算是假死。对啊，一定是安尼。为着要完成天命，就算讲搁较唔甘，嘛要放弃梓潼。所以才会梓潼交付我啊。因为知影我对梓潼，廖宽，你即马到底写书啥啦？你哪会当搁对梓潼有任何感觉吧？伊即马是我好朋友的未婚妻，朋友岂不可惜？廖宽。蛮好，别想啊！张轩，子龙，你清醒啊！我要找张军，凯宏，你打电话叫张军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子彤，你较冷静啊！你才拄昏去尔，伊即马伫咧病院吊大灯，有啥物问题？等身体恢复健康才好讲，好吧？我不会，我要找张军，我要找张军！你别替我打电话，哪里我家己打？我手机啊，我手机啊！子彤，你较冷静啊！就算讲你即马国家安怎啊，嘛无人会接电话。对哦，张俊已经发生意外，张俊已经无去啊，现在也把我接了，我只想告诉。做天做天，我一个天都要被你整鬼啊！子豪，你较冷静，你听我讲，其实张俊伊，我一直是想要讲，其实张俊伊哩真无缘看到你，为着伊阁消沉落去。所以，子彤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一定要勇敢。你放心，我甲所有爱你的人同款，拢会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子彤，你不是孤单一个人。总君，是嘞，我知影我安尼做真自私，但既然你将子彤交付给我，我就一定会把照顾好势。子彤，你去把你姐姐送上。我要去找张军，我要去有张军的所在，所以。子彤，我赢你啦！你去把。子彤，你，子彤，子彤，子彤。阿公。阿公，你来哦。阿南的张军嘞，伊搞对你来哦，伊伫倒位啊？我打电话给伊，伊拢唔接呢。陈志通啊，我知影你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哦，要唔过，代志既然已经发生啊，你嘛爱接受吼。阿公，哪会连你拢讲这款话？哪会连你都跟我讲松笑啦？这一点仔拢无好笑啊！
一点点的办公室。走！哎呀，你先听阿公讲好无？喂，我被你追踪去了。快点，来，你赶紧把尿等来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啊，歹势啦，什么狐狸啊？竟然我小狗挂掉啊！我买件毛衣，小可回来。只不过老子怎么回事？休息。哎呀，小脚歹势。别，你的手巾啊，用垃圾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，谢谢就好啊！哦，谢谢就好。啊，你的工作一定要处理一下哦，哈。我知了，好。啊，拜谢了哦，我要跟他看止痛了。对，哦，关心点，该关心点。拜谢。啊，你看起来这将军啊，被你伤心吗？打不起，这才叫。这里，亚珍，那电信报的回我已经摕到了，我到处理一下。哇，我拄只有迄将军迄个防空站啊，我看伊吼，穿了真正叫舒适的呢。苏西有什么老用啦？现在将军都要放下一切啊！哎，我实在是哦，我足后悔甲将军嫁到这尔好，伊若是较自私的吼，我就较快活。哎呀，承担哦，都感觉足艰苦啊啦！呀，何况迄子聪，伊真正哦，迄规人都要帮伊啊！阿吉伯，你今日拄着子聪哦？嘿啊！啊，自从今仔日伊冒去放空山啦，讲要找将军啦。哎呦，子彤哦，我都知影子彤会袂堪面啦。袂用的，我卖啊将军做啥物制裁者，我即马就甲将军找倒来，让伊倒来子彤的身躯边。你甲懂的？哎，我看袂堪面的人是你啦，你甲招。啊，我都唔敢自通啊！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无代志啦。客伯，你都唔知哦、喔，我今日看将军的时阵，伊伫一个人伫个山顶啊，咧偌孤单咧。你即摆在讲啥？将军才去山顶修炼头一工尔，你都冻未来，你就去找伊哦、喔？啊？无啦。迄汪有德啦，汪有德硬要去看伊啦。哦。恁两个阿婆实在是哦，迄祖师啊，伫伊个日记内底有条讲啊啦，讲哦，这修炼哦，这心哦，一定爱定。恁安尼哦，开袂着去找伊，我问你啦，伊个心情哦，那静会落来啦。啊，我都唔敢将军啊，你看，伊这样爱子彤，啊，佫这样要紧嘞，啊，伊一人即马关伫个山顶。是痛苦的呢。这嘛是什么状况啊？将军嘴是讲我真坚强啦，也唔过伊人伫个山顶，心伫个梓潼遐啦。安尼耐用啦，来，我来给你看卖。隔壁，你唔是讲咱去甲看去影响到将军，你去甲看到未哦？不啦，我讲讲尔啦。那是因为哦，坐伤久啊，来我起来运动一下啦，啊！哎呀，你甲有得讲，不管安怎啦，哦，你拢袂当凊彩去山顶看，知影无？知啦。真个，我敢当拜托你，少体谅我者。为着要安你的心。我会把廖永林内底迄个假罗家风调查清楚，伊到底是啥物人？在你完全信任我之前，我拜托你，敢会当把你的心先收转来这个家，永兴需要你，罗家嘛需要你，我更加需要你。
咱别讲了，我对亲妈这卢家峰感觉足失望的。我真正感觉徛在我面头前这卢家峰，我感觉足气愤的。你敢真正是迄个我亲爱、善良又搁正义的卢家峰吗？我当然是啊，静宇，你即马有心啊，莫点仔乌白想好不好？你看清楚，我就是迄个爱你十波人，我从来拢唔捌变过啊。不过我感受袂到你真正的爱。我看安尼啦，即阵啊，咱俩也是暂时分开啦。我需要一段时间冷静落来，想看卖是要安怎才会当跟你继续行落去。你即马是伫讲啥啦？啥物分开啦？你即马跑倒来我的囡仔呢？啊，你奈伫即个时阵离开？因为那个陈文瑶，我嘛知影你之前介意过伊。你为了陈文瑶跑啊？敢袂用诶？真歹势啊！亲像你这款忘恩背义、搁无情查甫人，我真正写袂落去。静宇，静宇。明明是一个完美的剧，哪会引起金玉遐尼大的反应啊？今次已经成功使人陈家、卢家两家啊，煞失去金玉的心，我唔甘愿。代志敢有顺利？出来庆功啊！真正有够烦的，是安怎金玉的心无法度挖来我这边？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明明知影罗家峰即摆就要靠万金玉的声音，才有法度维持的求生意志。万一有啥物死角差，你搁拄到要验 DNA 的时阵，你是要安怎过关？袂可以验啊啦！罗振义拢看到结果啊啦，无人对我起怀疑啊。而且对像我讲啊，伫开会的时阵。罗振英是站我这边的，伊甲陈文瑶嘛特地贴我面啊。小心无是本，威弟弟，你完成你的报仇计划之前，罗家峰这条命我会替你保掉的。至少，我是无感觉一个这么亲密、家己骄傲的查甫人会派到倒位去。隔壁乌车进店是安怎？到有啥物所在需要到处去？你的部分客户是无甲我交代，啊，不过已经甲郑新宝的货交我保管，即马干那查主家、甲陈家的后事的货尔尔，咱要赶紧甲乌册摕到手，安尼客户才有法度甲乌册顶悬的封印解除，返去原本的身体内面。主家甲陈家后事的货，啊，不过我即马应该无啥物机会甲你接触啊，因为安排重要的代志啊。跟你的关系变差了。别紧啊，客户家己有办法。你即马就要专心对付罗在兴就好。用心，伊的未来，即马是乌云大定啊！只要我制造一个小地洞，留一个，用心真紧就会崩败啊！我报仇的计划。都完成了。